又跑千四米，四班千四米，速射流量话九号、十三号带头啊，通常带头啲马有位嘅，有位置嘅，唔知准就准唔准咧？对上一场话十一号带头嘅，十一号变咗，啊又好似几得咁啊！参数喺晒度啦，曾经入位置嘅七号、十一、十二、二三、六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三就赢过，哇，好多马赢过。隔晚大热门系八号，上涨前三系七号、八号。我知啊，七号仔好多人关注啊，七号仔。红桃高升上次咧就潘明辉三十三倍入 Q 嘅，八号咧就博爱先锋连续两次入 Q。上次是 3.9 倍冲刺梁佳取得亚军但未能威胁头马咁样，上次又是布文，今次又是布文，上次125磅，今次都是，上次呢就跑第 二档，今次就四档，差不多都是跑千四的，但今次怎样了，或者博爱先锋骑完再骑，即大家都满意的表现，是不是九号叫冠宝区，冠宝区咧上次第五黄志宏，前次第三黄志宏，而家就换咗俾田泰安八档。上次咧就系最后150米转弱嘅九号冠宝区，今次换咗田泰安跑千四米。后面只天天得落绿色咧，就系、是、上次第九，前次第六，再前次第四，六次赛绩最叻第四，四月二十号九倍跑第四，十号档位系十一，骑师系何泽尧，上次系周俊乐换人、哦，即系一路中意你跑咗四次，然后周俊乐跑一次，而家换咗何泽尧，叶彩虹马房十号。天天得落二三六八九十十三就赢过，十一号咧叫聚风云，聚风云应该冷门嚟嘅，上次第九，前次第八，再前次第七，最叻咧就系四月七号跑第二嘅千四米五倍，当时系入个位置啦吓，十一号。十二号就影住呢只叫海船幸运，海船幸运上次巴道跑第六，前次希威森跑第八，再前次潘明辉跑第九，而家换艾杜兰二十倍，最叻咧就系一月二十一号跑千四跑第三嘅，当时系102倍，即系入个位置嘅呢啲啊，七十一十二入个位置。十四号咧就叫童宝宝，童宝宝咧就近期三次赛绩有两个第四，一个十三。上次五月二十九号跑第十三名嘅，夜四倍，一路都冇跑千四嘅，今次先缩情嚟跑千四。十四号系巴道，巴道今日几好，赢咗两场。看看先，看看啲馬寶先，我揀睇先。今晚第二係邊只啊？博愛先鋒，我要八號、七號，我要呢個布文同潘明輝四檔、五檔隔離位，兩隻都係上次跑第二嘅。我就揀呢啲咁啊，上次前三，我要八號、七號。蘇偉賢三十四分，哇，好勁喎！真係蘇偉賢1.8倍添，五棒子贏一場就贏過去噶咯喎。十一号啊，影住呢只叫做聚风云都几好啊！上次
十六倍跑第九，呢只马入过四次 Q 嘅本路程。七号仔红桃巨星，我要呢只，我要八号七号，我要呢只布文啊，要呢只。我要布文咧，就因为佢上次跑第二，又系布文骑，上次一三点九，而家三点零。九号咧都几好啊，九号。九号虽然二十倍啊，九号冠宝区。王志宏上次跑第五，唔系好远嘅啫，话即系一换人换田泰安。呢个十二号仔海船幸运艾到啦，只马跑个第三名嘅本路程，上次咧五十四倍第六，白色衫系咩？周俊华十八十三，巴道同宝宝。巴道同寶寶上次夜四倍霍雲星跑十三名，今次是夜一倍多飛的呢，就是五號、七號、八號、七號啊 Jenny 又喜歡七號，紅桃巨星要潘明輝，他要七號、十一號，十一號聚風雲。九号啊，呢个田泰安冠宝区换人嘅啫，呢个一号潘顿啊，一号美神来呢只马最叻，跑过第四名嘅边线啊，呢个马上次跑第六，七倍跑第六。呢只二号仔鹿鼎记希威森，希威森今日都记录啊，希威森啊，档位就二档，档位又靓档啊，真系呢只马入赢过三次嘅本路程，三零二零五咁啊，即系三个第一，两个第三，五个落第咁样，都几好成绩嘅本路程，三号仔。四号咧就叫做周俊乐，四号哇都咁劲嘅呢只，艾兆礼嚟喎，呢个一定掂啊！只五号仔初跑此程，再进阶解五号啊，一定掂啊！上次三十二倍何美莲跑第五嘅，今次换咗艾兆礼，变咗单位数字。在这位 Michael 哥有7号8号，我要8号7号，他要7号8号，7号啊，这个我要8号7号，这位激姐又有7号又有8号，不过他5号行头一定掂，行头5号7号8号都是有飞的，12号就是叫做海船幸运艾到了，Jenny 姐要7号、11号、6号，7号就是潘明辉，我直头不要报名的8号，他有潘顿只1号，好像7号几聚焦，很多人都选7号，因为上次33倍潘明辉跑第二，今次原班人马又来过，博爱先锋呢8号呢就是上次报名 3.9 倍跑第二，今次又是原班人马再来过，我喜欢这些的，我要八号七号。星河小子临尾呢这只冷门呢都有些移动，跟住是天天得乐、翩翩君子、一号马的美神来，另外海船幸运呢亦都等紧，差不多了，交给闸前了，美神来和海船幸运全部马匹准备到达八场赛事，四班千四，大热暂时是八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一定掂稍微慢啲啊，咁啊鹿鼎记亦都褪咗喺后面被动嘅，
好啦，前面快嘛，外面星河小子，中间无敌勇士啊，外面美神来就俾人整住喎。再见到大第四位有冠宝区，红宝第五就红桃高升，内栏第六位就海船幸运啦，第七位嘅马啦埋边蓝衫红魔博爱先锋，出边聚风云啦，再有多层内栏黑衫红帽系立白川啊，尾五中档有一定店，天天得落六三响尾四啊，后啲嘅马同宝宝啦，黄衫好抢口添啊，呢位置系翩翩君子啊，遥遥多后系鹿鼎记嚟喎。好啦，转呢个咧就八百米弯啊，前面放嘅马咧就星河小子啦，外边跟佢埋咧就系嗰只美神来嚟噶，咁啊第三位有呢只无敌勇士啊内栏啦，外边第四嘅马咧咁啊仲有冠宝区啊。内栏第五海船幸运啦，外边红帽大面菇红桃高升啊，再见到中间位置有博爱先锋蓝衫红帽嘅，等入边黑衫立白川啊，顶出去外边追啦，有呢只聚风云啊，天天得落嗰啲马，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美神来抛嚟咗个几身米啦，咁见到中间红桃高升追紧啊，外边咧仲有聚风云啦，博爱先锋我位啊，一路要打横跑出去，最出嗰边仲有只天天得落啊，最后百零米聚风云占先啊，博爱先锋外边追紧佢，入边上嚟仲有红桃高升啊。接近终点，聚风云接先，博爱先锋一路追紧佢，接近终点第一名，好近啊！聚风云走。哇！呢啲叫做手足推测啊！你睇埋睇到布纹系咪？脚都喐埋噶，赢咗佢啦！白豪仔后上，哇！好敏水喎、啊。好敏水喎、啊！唉、哎，都系只十一号仔得咗只聚风云，夹硬十四倍。后边只绿色系咩啊？呢只你成日出闸咁厚，点得呢啊？影相啊！呢场布文输咗，布文速势能量话九号、十三号带头喎、啊、呢一场，啊十三号真系喺前边。我搵翻个马宝先睇下。十一八七，真系啊！又系跑第二、第三。好啦，前面得唔得噶？前面啲唔得噶喎，十二号仔，十二号、十三号咧就叫做咩啊？星河小子好冷门喎，四十几倍喎，隔晚十三号跑到咁劲，又紫色衫就系美神来，美神来系。阿 Jenny 之后揀嗰只一号潘顿都跑得几好啊，嗰个白色面裤。我话睇下布文啊，布文而家喺呢度，喺呢只啊，呢位啊，想出嚟呢只马唔俾面啊，呢只马。跟只马叫十一号啊，呢只马叫做咩？叫做聚风云啊，直头挡咗佢个位啊。我出两个人喺度斗啊，最后啊，你睇布文只脚啊喺度。啱啊！踢只马啊，好少见到佢咁劲啊！真系落咗飞嘅呢啲马，系咪啊？八号、七号啊，八号、七号就有位置 Q， 但系冇咗条 Q 啊！赢好少啊，赢条马鼻仔啊，赢个。但系呢个十一号嘅班德礼咧，佢着数咗咧，就系喺前边啊，佢一路喺前边跑。系啊，即系布文前面啊，过咗个布文先挡鬼住佢啊！个布文真系好少见到布文手足咁样用啊，好少啊，真系输咗钱啊，可能布文啊，布文团队啦，真系班德礼手足推测就系呢啲啦，手足。推测好多人只脚都唔喐嘅啫，佢即系搭住个脚搭嘅，佢今次真系落足料啊！真系呢位叫班德利啊，呢位叫做 H Bentley， 睇下咩派彩。
11.87，八七有几多钱啊？38蚊位置 Q， 又系冇 Q 收。8号、7号，又系155，三位数字嘅 Green， 成日都系咁嘅样。11号曾经入位置，7号、8号上次前三嘅，即系有赛积近积搞掂晒。10号咧，亦都系曾胜。